一起公布这个最后一首歌的旁白，好，来给公益广播变色的眼睛。那么再次非常感谢刚才的刘宗伟，刚才的贾梦春，好，刚才的时候我们公益广播来过了这个广播强迫的工作的时候的商业正董事长哦。三个人啊，来讲，伊讲我家庭，我比我，啊，人讲伊是啥？